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77集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也是小比例的玩具《铁工厂》的第55号的作品，它致敬了 G1 浪花的造型，取名叫做"破浪剑"的人物。可以看到它的载具啊，还是充满了外星的风格。不过这也是《铁工厂》这一系列玩具一个常有的一个现象啊。那我实际上拿到之后的话呢，这款玩具首先的话呢，第一个，我个人比较纳闷的是呢，我看不到它任何背后的图案说明书也好，合会也好，都没有后面的造型。那我一直在想，它后面是不是就只有这样？因为它这一块黄色部件跟本体之间的话呢，这里是个双动关节，我只能把它往下打下来，让它是一个笔直的状态，没有得扣我不晓得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啊，应该是这样子没错了啊。然后它还有一些替换的手。这个手掌的话呢，像这个是手掌，替换很简单，它这是一个软胶部件，它一扯就可以扯下来了啊。扯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如果不持有武器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把它这个安置上，拳头里头没有动的。那么呢，可以握枪的手呢有两种啊，一种是这种啊，枪是可以握得笔直的。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呢，只是这个是一个剑指状态，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我本来还想说。这个玩具内部是不是有什么三叉戟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发现并没有啊，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多附这么样一个手。当然你要装上去也是完全可以啊。那么这个武器的话呢，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地方推过去啊，它的唯一，这也不能算变形了啊，这只是最后变成载具的时候呢收纳在底部啊，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关节的调节而已。然后这个尖刺啊还算可以，侧边这里比较尖啊，握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那我们就把这个手的话呢，其实都换成拳头吧，拳头里头没动的，这个很容易做替换，偏软胶的一个部件。然后整体的造型来说啊，非常铁厂的风格，前后左右来看没有什么毛病，而且它的关节恰到好处，这一款腰比较紧，其他的话呢都是恰到好处的。但是你实际上把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头比较容易不小心推到内部去，然后你会去推不到它啊，这纯粹是造型的影响了。那么身上的其他倒角啊，就还算是做的比较圆润的。以铁工厂的玩具来说，这一款是属于比较不扎，不会扎手的玩具。那它的变形也是有点意思啊，而且造型我觉得算好看的。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说明书呢，第一个教我们的步骤呢是做出一个拳击手的一个动作，两手的话呢，往内折啊，先到这里也就行了啊。我们接下来的话，其实它的变形还是主要是在腿了啊。那我们先把腰部旋转180度，然后腿的话呢是这个地方，鞋尖直接往下面戳下来，往下戳到底，这样戳到底，然后鞋后跟呢就把它埋到这个里头去。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是这样，记得啊是转成这样，这个大球关要朝正上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给转进来，到这里，看到吗？这里有一个黄色的球形关节，它是以这个形象啊。如果你的这个大腿髋部内部的这个球形关节的开口不是朝这个开口的话呢，后面有一些东西会扣不上。那我们再来把这块部件稍微挑起来之后，把它往后面提过去，到后方这边，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先把它给转上来。到这里，先到这里就行了。这里也是一样啊，把这块部件往后面推到后方去。好，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把这一块红色部件连同整个这个部件整个的往前面给拉下来。这里也是一样，这里小心的咔的一声下来。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要稍稍练习一下了，稍稍练习一下。有一个蓝色的凸啊，要对黄色的洞，黄色的凸去对蓝色的洞啊，互相去做一个咬合。那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利用一点点的塑胶韧性啊去卡。那你要先卡哪一个的话呢，我个人是建议了啊，如果可以的话，先卡蓝色的凸进黄色的洞之后，再去弄另外一个孔洞，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这个盲扣啦，就是硬把它给扣进去也是可以的啊，像这样子两侧把它扣进去，那扣上去之后就会非常的稳啊，非常的扎实，没有问题。这样子，这个变形有点意思啊，这样子去卡，但其实还蛮安全的。基本上卡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断裂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没有的。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这里我们手臂啊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在这里可以把手往下搓，
搓下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倒钩跟这个洞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去，这里扣上，然后拳头啊，手臂这个拳头啊，稍微转一下，把它收进来就可以了。这边推进去，好，到这里。那么这一侧也是一样，对不对？把它整个手往前面搓下来，然后这边勾上，好，然后手臂侧边调整一下。OK， 这个就是一整个就是铁厂玩具的变形的一个感觉。然后把这个部件往上推，推上来，好，推上来。最后怎么样？头转180度之后，再往前面推进去，塞到这个缝里头。啊，这个变形没有什么难度啊，并没有。就最后就是这个手臂啊，上方这里，你把这个形状调好看一点而已啊，并没有其他的。因为它的这个地方这个转动角度，你自己调一个比较漂亮的，因为它前面这里已经扣住了，那这里也卡住，基本上就是只剩下等于是这个手小臂的部分，最后就怎么样，把它的这个武器啊收起来，然后扣进这个地方，这个没有什么难度了，扣上去。我们这一款这个破浪剑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我们来看它的载具形象啊，是不是一整个很有外星太空船的感觉啊？上面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前方的这个像是鱼枪的这个造型冲在前面啊。如果说不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弧形啊，有点那种汽艇前方的圆弧线条的话，大概它就真的会让你觉得它就是一艘普通的外星太空船而已了。那上方最漂亮的当然就是这个透明部件了，晶莹剔透的感觉非常的不赖。整个载具的话呢，就是这个手臂这一带它是没有得扣紧的啊，那也是它需要去做一个调整，因为它是你看这个内外它就可以做一点点啊简单的调节的，其他地方都是有扣上了啦，所以也不太可能会有一体性是很好，基本上没有任何松散的状况。那武器也是属于完美搭载在底部的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的话呢，以小比例的玩具来讲，这一款算是表现的中规中矩，甚至我觉得还相当不赖的啊。变形也是简单明快，造型也是好看，人形也好，载具也好，都是相当不赖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